再有碰瓷儿的，拘留。谁拘留？谁碰瓷儿啊？我碰见我媳妇儿了。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？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，三句话不对付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我说你别打，多丢人呢。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？不干还打。现在啥时候？自媒体时代，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。我一看，这边是苹果，那边是三星，大多数是华为。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。那可不，一会儿警察就来了。啊，谁先动的手？你怎么说的？我是男子汉，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。老百姓不干啊，我们有录像，女的先动的手。那上派出所吧，去吧。去了派出所，我还极力地说，我动的手，我动的手。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。后来我就不说话了。为啥呢？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。你这叫什么媳妇儿？这叫啥脾气啊？他人呢？什么？他怎么没来呢？谁呀？你媳妇儿啊？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？当时就扣住了。啊，写检查，我待会儿再去接他，让他受受教育也好。你就在这儿好好那什么，你喝水吧，我给你弄点水去。啊，哎呀妈呀，这咋还有个涂老亮呢？大哥，我搁这站了半天了，你没看见？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。啊，哎呀，你等会儿，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？镜子照镜子，我搁后边听半天了，给我气毁了。我就看你这图形和我一样，我说你两句，啊，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。俗话说得好，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，你懂不懂？什么意思？你吃过馒头吗？啊，吃过面条吗？啊，那个面是不是得揉？得揉，面揉好了才好吃。媳妇打，越打越听话。对呀。我媳妇就经常打我，你得打她。你劝劝都这样了，你不劝劝？我劝谁呀？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，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。不是你这怎么没有伤？你别往这看，大腿里子都青了，内伤啊！哎呀妈呀！哪有内伤啊？我看看。没有，来哎呀。妹夫来了，姐。哎呀，妹夫啊，你这是咋的了？还咋地了？啊、叫你妹妹给打了呗。哎呀，快坐下，快来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个妹妹呀，我告诉她多少回了，她就不听，那骂人不揭短，打人不打脸。对，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。你呆着。妹夫，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？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。我没说话了，先打，侮辱我，这可太不像话了啊！今天正好咱人多，一会儿把他叫来，咱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妹夫，你放心，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。我觉得吧，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，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。你给说说，头一条就是钱。哎，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，让她发现了，她捡了？我藏私，我没见过钱。那你工资卡呢？啥叫工资卡？他也没见过卡。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？哦，啥样的？亮着装，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。你上回拿那个，你不说是开门的吗？你就那玩意儿。房卡我也见过。那要不是钱的事儿，那就得是第二条。嗯，对。哎呀，对了，是不是？更年期提前了，老爱发脾气。姐，我从认识他，他就更年期，到现在都没更过去。完了，要这么说，肯定是第三条。他外边有人了。啊？你想，他外边有人，他回家看你不顺眼，他就得打呀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那给你打残了，你就算中了大奖了，你。啊？外面有人了？有吗？有没有？人倒是有几个。几个？啊，你看啊，
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，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，我家煤气罐啊，我就没换过，有人给换。哎呀妈呀，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，往楼上扛，我就没扛过，有人给扛。妈呀妈呀，这也太气人了啊！妹夫，你说那俩人是谁？我替你出气。说，就是他那俩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也算人呐？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？完了完了，妹夫，你这没救了。你呀，真是的！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啊，结婚几天才来？来，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大伙都起来，我有办法。起来干什么？过来，妹夫，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，今天我出个主意啊，那个咱们演示演示，我先演你媳妇儿。演，你等会儿姐。演是演，但你怎么演示？大哥，你同意吗？我无所谓。什么你无所谓啊？那是我媳妇儿，你多生气。他问我吗？对不起，长得差不多，问错了。大哥，你同意不？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，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。哎，商量好呗。好了，过来。妹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是两口子，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，哎，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，我们是朋友啊，来，演小品是吧？对，来开始。哎呀，不行，呀，咋的了？都打肿了。行，那我不服你了，你服我吧。那个俩朋友哈，走街上遇见了是吧？对，开走，走，停。你俩是俩牛蛙呀，哪有这整道的？演小品那不会，不是演小品，不会走道了。上台咋走啊？你这好好走，像人那么走。真的，不，你们先走，我们先。对，行吧，你俩先走。行，那我俩先走了啊。太难演了，这开始。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？昨天瞎的啊！我说你好好演吧，你。不是有台啊！行了，我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你说的啥呀？会了。重来。他这么走，可不就是？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果子，大哥，二哥，这胖老娘们谁呀？你会说话不？你还好好演不？你这不打招呼？说话一点都不文明，什么胖老娘们，胖老娘们，就是哪能这么说？那接着重来啊！哎呀，果子。他谁呀？这胖老娘们是，就是他们闹的，我又不知道。来，重来。哎呀，这是我媳妇儿。这上哪儿去啊？准备吧。我爱人想上哪儿，我都陪他去啊。哥们儿，有空上俺家串门啊。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，我没话说。妹夫啊。我演的是你媳妇儿，你得板板她脾气，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。哎呀，你可真的，你得教育她。不行，我看出来了，她还缺少动力，是吗？我给你加点动力来。那个兄弟，哎呀，这有动力。我不会喝酒，没有事儿，你少喝点哈。酒壮怂人胆，不是他不会喝，不，他怂，喝点行。那少喝，少喝啊！来一点，哎，行了，哎呀，行了。酒精，酒头，继续，喝上酒就不怂了。来，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，都上班了。哎呀，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。对呀，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，肯定买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。孩子也不那是必须的，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，要是空手回家，滚一边去，死到外头，没人管。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，我啥也不说。完了，这叫通情达理呀？这叫。我不是你媳妇儿，我是你姐。你得教育你媳妇儿，这样不行，不文明，你咋就不懂啊？真够呛。我没喝到量。兄弟，不行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。不是你，他得来点没事，他这来点有感觉。你刚才豁出去。对，悠着点，你少喝。怎么样？辣椒水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。来，继续。哎呀，这个孩子一孝顺，在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，日子过好了，别老在家闷着。哎，没事出去旅游。旅游。对。本来吧。那个法国、英国、美国都是。
别说话。有感觉了，上听了。那就出去旅旅游，旅游。什么叫旅游？旅游，旅游，出去走，旅游。对，走走。出去走。嗯，我哪有那时间呢？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，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？没办法，太可怜了。你再喝一口，兄弟，再喝一口。还要再喝。